兔苍穹导演，于荣光主演。吴磊是萧炎凌，允是萧薰儿，陈楚河是耀，陈磊进是小姨仙，刘美彤是那嫣然。武动乾坤导演，张黎主演。杨洋是林动，张仙爱是殷欢欢，吴尊是林郎天，王丽坤是林青竹，是小龙是小调，董晴是林青谭大主宰，王源是牧尘，牧羊娜娜是洛里，马明杰是柳木，白马月是九幽，徐浩是谭青山，王一婷是唐千儿。这三部玄幻小说都是天蚕土豆写的，很多人其实不看好玄幻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的，毕竟小说里的很多震撼人心的场面很难被特效还原，要想逼真的还原必须花费大量资金，但是你们懂得。因此每当这类电视剧快要上映时，粉丝们总是心惊胆战，希望这三部剧不要毁原著，不要伤了粉丝们的心，期待期待，加油。言归正传，那这三部剧你最看好哪个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